宝岛手偷偷单元，我们来学学云林的斗南要怎么比。斗南，手语可以比作斗加上热。第二种笔法是比斗跟南的单字，斗南。还有第三种笔法，斗再用单手比热，斗南。刚刚第一种斗加上热的笔法是照字面，第二个字南借热的手语来表示，合在一起斗南。第二种笔法就是直接照文字比斗南。第三种斗南的笔法，为什么用单手比热呢？是因为如果手上拿东西不方便，为了比较好表达，可以暂时用单手表示斗南。南方南部通常比较热，所以也常常用热的手语来表示南的中文。例如南投，手语就可以比成热加上投。